这里最厉害的是还有露天山泉水的游泳池，露营区竟然会提供这么好的食材，而且还可以唱 KTV， 旁边还有货柜酒吧跟星空电影院 ，CP 值很高哎，而且设施真的很多。我们今天来到高雄六龟的露悠悠，我们今天是两天一夜的露营行程。露悠悠 Glamping 呢，它是一个全包式的露营区，我最喜欢这种了，因为什么都不用带，直接来露营就好了。我一早就直接搭高铁搭计程车来，就是准备泡在这里两天一夜，而且这里最厉害的是还有露天山泉水的游泳池，然后旁边就是两排的露营帐篷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很度假的茅草阳伞，波光粼粼的，超美的。大家有在露营区游过泳吗？等一下我们就游给大家看。哇，哎，这个太大了吧，这可以坐几个人啊？如果是你的话可能一个，然后我们的话三个。傻眼哎，后面就是两排露营帐篷，而且你看这个帐篷后面就是很壮观啊，壮观对的，壮观壮观的壮观，对，真的很壮观壮观壮观，他讲了三次。而且你看这两排露营帐篷后面就是很壮观的山景哎，超美的超美的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帐篷给大家看，园区里面这里有分两种帐篷类型，一个是波西米亚风，一个是迷幻森林风。然后我们今天要住的就是这间，外面有桌子椅子还有一个民族风的地毯，超级可爱的。我们进去开箱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面已经有开冷气了，好凉哦。这里面真的到处都有那种图腾的花样哎，每一个帐都是有两张双人床，中间这边有一个小台子是放电风扇的地方，还有充电的地方也在这一边。哇，它床很软哎，它床好舒服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张桌子跟椅子，这两罐水很漂亮，也是提供给旅客喝的哦。另外园区最棒就是他们有送这个帆布袋给来住的住客，超可爱的。我们刚开箱完今天要入住的帐篷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带大家看对面这间，它是叶子的元素去做的，布置就是大同小异，有吹风机耶。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些备品，就是牙刷牙膏跟纸毛巾，然后这边就是有浴巾。园区真的布置很用心，就可以看你自己喜欢什么，选择什么样的帐篷。我们这是四个女生来露营，还有很高的妹妹，这是什么舞啊？我跟她之间的对话，我们说今天天气很好，晚上要喝酒。妹妹刚刚的手势很奇怪，妹妹限制级。这里很漂亮，很像什么户外婚礼的场所。哎，你抬头看，你抬头看，啊，圣诞树。射箭场现在超可爱的，有符合圣诞氛围的射箭棚，然后这里晚上也会变成星空电影院，就可以坐在我们刚刚的星空帐篷看电影。他们假日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播电影给大家看，一路会播到晚上12点，所以晚上也很有事情可以做哦。刚刚他们说要送我们喝蔓越莓醋，这里晚上就会变成酒吧，超期待。而且它楼上还是景观区，晚上可以看星星，也感觉好好。天啊，这个天气喝这个超爽的。你跟妹妹已经排到那边去了，还去跟他们炫耀饮料。他这个大食怪，只要吃了没有分他，他就会生气。你们再讲下去，我家喝完了。没关系，我要去喝你新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卫浴设备，总共有三个大面的镜子跟洗手台，然后这边都有这种比较好的吹风机，他们也有附棉花棒跟化妆棉。厕所总共有4间，然后洗澡的有5间，都有附洗发露跟沐浴露，也给小朋友洗的那个浴缸，很贴心耶。他们也有附脱水槽，就是在这边游泳之后泳衣都可以拿来这边脱水。然后后面这个就是餐厅，它就是很像温室，白天的时候很漂亮哎，你看上面都是有那种植栽在的造景，这里还可以唱歌，我们晚上就来这里欢唱。真的，我们现在身后这个呢，就是这里很厉害的 VIP 包场区，又是另外一个小小的露营区，就可以把这个区整个包起来。而且这个 VIP 包场区，他们可以带宠物，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宠物游泳池，而且他们这边还有附烘毛机，也很贴心。这里还有他们的户外烤肉区，而且坐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眺望对面的老农溪跟18罗汉山，这视野也太辽阔。然后这里有5个帐篷，后面这两个就是4人房，像旁边3个帐篷就是双人房，基本上这里可以住10个人，平日的话就是25000，假日是35000，从第11个人开始，每个人的话平日是收1800，假日是收2000块，最多可以住到14个人。因为它这边是可以让狗狗来的，所以到处都是用猫猫狗狗的设计。好，大家开箱完那个帐篷之后，来跟大家说一下猫小孩的收费，一只的清洁费就是1000元，但每间帐篷呢还会跟你收取清洁费的押金。
2000元。如果你的毛小孩在帐篷里面不小心上厕所的话，隔天就不会退还你这2000元哦。不过园区都有提供毛小孩的尿布，大家来就比较不用担心，真的是非常贴心啦。这里真的是很棒，很适合多人一起来这里露营，尤其是有带毛小孩的人，这里有很大草皮让他们跑跑跳跳。我先选你们喜欢的样式啊，有些代表的像事业呀、爱情啊，你觉得心想就会事成的，我们就选它。这个代表对。最近爱情顺利吗？不顺，好，选它，选它。你的是什么？你们选一下，健康，这个是健康，还没有大病。哎，对对对，对我现在很需要。没问题。我们把竹心给贴上去，你们喜欢什么颜色吗？我们可以选一下有绿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紫色跟蓝绿色。接下来呢，可以闻我们喜欢的香味，全部都可以打开来闻。哎，他们的香氛都很好闻哎。那你们帮我各滴10滴，然后念咒语，我的爱情顺利吧，顺利吧，然后滴进去，越用力就越顺利。我的爱情顺利吧，顺利吧，顺利吧。是不是下线？哎，这样顺利，这样好不好？10滴。好，来滴进去。爱情顺利，爱情顺利，爱情顺利。我要大便，大便。我4天没大便了。我们接下来就要隔水加热，把蜡给溶掉。哦，里面是老师有加的颜料，对，食用色素。接下来把这个全部融化的大豆蜡倒到我们的烛台里面，接着倒完了以后呢，就可以直接把它搅一搅。其实做这个体验时间蛮快，大概20几分钟就完成了。做完以后，老师就会让它慢慢冷却，在我们吃晚餐的时候拿给我们。那我们准备去玩水咯。耶，我们换好衣服，准备要来游泳了。它的这里设施超多的，还可以打水上排球。他在跟马跳一种水中之舞，旋转一次，爱上马。主角是在泳池中间，后面又是帐篷跟山，这真的是最吓趴的圣诞照哎！我们要站队很强的，他们在叫支援呢。比四组还要紧张的赛事即将开始，欣赏哦，欣赏哦！不要说有什么场外因素吧，那我是哭啊，好想哭哦！苏悠悠输定了，好想赢哦！苏悠悠水上排球争霸赛。我们11分，然后可以打三下。等一下，对，输了要帮我们喝下。对，那你们输嘞？再加一个限动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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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shot 来喝啦！哎，我们还是运动家精神，运动家精神，对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哇，园区晚上都亮起灯来，超级浪漫的，真的，这里也超酷的，晚上之后变得超美的。苏悠悠这边都有提供1泊20，那有附早餐跟晚餐，我们现在准备要来吃晚餐了，好丰盛哦！园区这边会提供每一帐的食材，就是有烤肉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日式小火锅，搭配很多很多的火锅料。然后如果你们是很怕这样子吃不够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另外自己带食材，还有酒水。露营区竟然会提供这么好的食材，而且住在这里环境很舒服，又有开冷气，这真的是太完美了。这个是超美的，看完粉丝，哇，好辣椒，我不能吃。没关系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是一个好团队，我们帮你吃，没错。我先享用一下，好好吃啊！我觉得这个食材真的非常的新鲜，真的这样光烤一烤，然后沾一点点烤肉酱，就是神之美味。下来喝看看汤好了，超好喝的，是很清甜，可是却很好喝，会一直想喝的那种汤。哇，莉莉好贴心哦，因为我真的是刚戴牙套，没办法咬东西，我把它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我都很感受到烤肉的乐趣。
旁边还有高汤可以自己加，无限加汤。我真的觉得这里真的是太豪华，可是它的价钱却没有到很贵。它平日的话两人是4800，然后再加人一个人是1800，那假日的话就是2人8400，加人的话会变成2000。但这些价钱都是1泊20，而且还可以唱 KTV， 旁边还有货柜酒吧跟星空电影院，CP值很高哎，而且设施真的很多。只要扫描这里就可以点歌咯，而且它歌很新哎，还有周杰伦的《粉色海洋》哎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暗里，现在到晚上了，然后它的货柜酒吧就亮灯了，又是另外一种氛围耶。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熟人，居然是荒野饭的老板小玉。你们是好朋友哦？对啊，上次有人问我说跟陆悠悠是什么关系，他说我们是敌对关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酒单。我会推这一页的酒单。女生的部分的话，比较喜欢喝甜的，我会推荐它神仙可可。巨峰葡萄呢，适合平常喝酒感比较重的啊，它会有两种风味。我超勇的就是你超勇的，我超勇的。好好奇他什么都没说，你不觉得这种介绍很恐怖吗？就是这样才有神秘感。好啊，来啊。难怪悠悠说不会喝醉的人，悠悠是不会放过他的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最后一页，五星饮酒，我们在这边吐的话是要付钱的哦。来这里千万不能吐哦。它有个特别是水烟，哇，这没有水烟呢。而且我们水烟是没有尼古丁的，你们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哦，磨磨叫牛肉面，好可爱的名字。牛肉面超好吃哦，很多朋友都说我们的牛肉面比钱柜还好吃。哦，你的我超勇的。这个的游戏规则就是呢，等一下会插一支啤酒进去，尽量不要把它给溢出来。开始。我力量厉害，力量好厉害。真的很勇。陆悠悠这里每个礼拜六都会有萤火晚会，那老板今天特别准备要表演给我们看，没想到他不敢喝酒，居然敢玩火。欢迎大家来到陆悠悠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萤火晚会即将开始。真的很香哎，好喜欢哦！天哪，来露营还可以抽水烟，太爽了！玩什么？你会说你海带犬血死？好，海带犬输的跳。好，快看泳池哦！哇，太爽！我们直接在泳池那边输了直接下去。不要紧，快点！大家早安，我们昨天真的是玩到疯掉了，我好像比较早阵亡我就去睡觉，然后其他事情我就不记得。而且陆悠悠老板跟他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。那我们现在准备来拿早餐了，他们早餐的供应时段是8:30到10:30，他们每间帐篷都会附早餐券，只要拿早餐券来这边领取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吃早餐啦。我们拿到我们的早餐了，我觉得在帐篷前面用早餐还蛮舒服，因为这边都有阴凉处。那我们简单吃一下以后，等一下就要去玩公共游乐了。吃完了早餐就到了玩耍时间了，这边都有很多的公共设施是提供给大家玩的，大家都可以在这片草皮上玩，它看起来笨笨的，可是其实蛮好玩的。嗨，大家早安，我现在起来又有昨天跟他们喝到早上5点。我现在来玩这个，哇，哎，它可以加速度，加，时间人体泡泡球，我要跟我的学长厮杀了，冲就对了，撞就对了，超大力的，狼兔，我要
跟妹妹投降了。天啊，我刚看到你们很激烈的翻来覆去，就是你被撞到的那一瞬间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你就发现你倒在地上了。但是这真的很好玩，大家有来的话都可以玩一下耶。我们结束我们这一次的两天一夜的露营啦，露营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在这里设施很多又很好玩，尤其是你早上八点起来之后，其实它十一点退房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玩旁边的设施。然后这边的公共设施真的很齐全，像刚才的人体泡泡球有够好玩的。重点是我觉得露悠悠这边的晚餐也非常的好吃，完全不输外面的餐厅。而且我们的自制酱料也很厉害，完全是会想买的那种。这里真的是很适合像户外婚礼啊，或者是员工旅游，然后包场或者你有毛小孩的话都很适合来这里。而且这里很特别，是它还有一个户外的泳池，整个四周都是被山峦的美景包围，真的是很惬意，很贴近大自然。陆悠悠也有特别提供粉丝福利，只要在这支 YouTube 影片底下留言说好想来陆悠悠玩，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得奖者，获得一张平日的四人房住宿券，详细的活动办法也会放在底下资讯栏哟。好啦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的话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或是想看我们拍什么类型的影片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把你们都灌醉，我觉得你已经醉。我跟你讲，等下回去怎么剪，你就剪他刚才讲那句话，然后下一个画面他在床上睡觉。再见，可以喝螺丝起司，因为你现在讲话讲螺丝，吃螺丝，怎么起司螺丝呢？可以吗？哇，学长，被懒到，我被懒到，我被懒到，我被懒到，等一下。这刚才难道就是焚香蜡烛的魔力吗？焚蜡烛，我现在心跳加速，等一下怎么会这样？不对啊！荒野里的荒野半岛，我们营区再来一次，我们跳湖。我们下个月敲个时间，把他一起带过来我们。敢不敢？下个月啊，先生，换我们 PK 啦。PK 什么？我可以跳湖，好吧，我跳湖，他跳湖，我跳的。我们下次去跳湖。跳湖。可是我一跳下去就要给我救生圈，我不会换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